这里杰斯也得来，而且这里感觉中了埋伏，这边也看到了，两边到底谁埋伏谁，直接闪现地，但这边的话三六九要死了，三六九要闪现，好，这里是守掉了自然这个 F 六，哇，硬手吗？三六九炸起来，最伤的，他交了个七，交了个闪，这把上路被抢二打一套，上路要坐牢了，好难打呀，这把三六九，他被动炸兵太快了。这把杰克劳也是带来个进化，哎，想找机会了 ，W 躲下来，晕住，要交，再交一个闪现，闪但感觉还是要死，感觉差一下，哎，不到了，差一下，最后一下 A 不出来 ，A 不出来，哇，这波，这个点燃伤是不是上早了一点？或者说杰克，或者说杰克劳留的很好，留的很好，他的进化是把那个点燃给解来，看这波卡萨，闪现直接拍，哇、哦，然后这波没。哎，这波招闪，来等一下，被减速了，机会，反身一锤就敲晕，这也能好，就你那锤没锤飞，这也能跑，但是这个叫凯，下路要抓，嘎拉这里是没闪的，这就要出事了，非常危险，奶要死了，再跳，刷新自己的 W， 再跳回去，吃完了再走，吃完再走，力不大，哎，看这波，看不到，对，那个也是后补的，对，绕了个视野，然后这波嘎拉确实没闪，没进化。想动了，想动了，飞了，终于来了，但有个闪现就走了。上路好像有点想还想来搞一波嘛，但是三六九没大，其实不是那么好杀，感觉得再来个人，两个人不太行，两个人搞不定。哎，也去遇到了一下卡萨，拦扯一下，给大吗？挂到以后，知道中路瑞兹来了，应该是不会再追了，给大了，硬追，哎呦，帮你开个车，哎呦，带着无人驾驶，新能源，新能源。高科技赛，是不是让我想到他那天在那个路人排位里面？哎，下路有进化，杰克拉沃。但这一波卡莎是有大的要飞吗？有点不太敢飞，因为进化解掉了，反身哎，反手还要打，指剑是什么意思？进来，这波指剑其实有点。但上路赛恩现在其实日子过得不错，这波兵清完又差十个刀嘛，舒服。他还要杀的，打要死了呀！这波大招撞起来。啊，没了！这波小虎即便有闪，杰克劳这波倒是没进化的。滔搏的中野开始打河道的资源了。嗯，来，大招照了一下，飞哪里？来，这波小秒，杰克劳一张红牌。飞了红牌，但这里的话感觉还有机会杀。杰斯这一波还可以，杰克劳这边应该是空中直接被嘎拉秒掉。杰斯闪下来，奈特也被杀掉，而且这波是一个机会感觉。快一闪现丢牌，哦呦，这波打了个以多打少，而且感觉还能再追一下。赛恩现在是最乏力的，他什么都干不了，只能被动挨打。这波的话这打了个一换四啊！这波，看一下刚才这一波，第一时间就是一个，第一时间四打四呀。对吧？哦，第一时间四打四呀，但是阵型还是主要就是阵型，刚才不说嘛，就阵型被冲烂了。然后莉莉亚这一波团战是真是把伤害打满了，怎么又打起来了？下路直接放先锋，帮杰克来拿渡层。但这波有个踢来，哎、卡牌的接踢过来卡牌落地有没有牌？哎，要杀杰克了，我杰克拉说是有进化，被定掉了，进化解，大家追走，但其他哦呦，女坦大招。太关键了！哇，你看这个大招是保住了 Jacky 一大定两人。RNG 打了一波一换，但现在优势。哎，开车过来要抓，但莉莉亚在旁边。莉莉亚在，这波感觉可以反打 Net。哇 ，Net 这里用机身规避一下莉莉亚大招。扛塔，我三月这波做的很漂亮，扛住了。哎呦，还要死一个小梅。哇，这波扛了一个没死，但是队友赶到了，卡莎在旁边。小明能不能把他开起来？闪现让给他了。先打谁？先打三六九，三六九被打出一个被动，卡萨这边往后拉，奈特这边打一套输出，小明马上干了，没血了，卓也来了，这三六九被动好能卓，奈特也是打出了很多的伤害，小明是一个半血不到拉一下，但没伤害能跟啊，没伤害没伤害，这一波被动接着卡，那个输出打得很高，他那个被动，对的，疯狂在那边挠死他了。点虚弱一炮打下来，哇，这个金身太关键了 ，Q 两个撞两个，哎还没死，第一时间对。很难受，后来是卡莎过去费劲儿才把他换掉了。小明开得很好，做拉，但是只有一个输出点啊。然后再让三六九这个三，太能输出了，这个东西两棒锤给敲死了。哦，就塔，对的，只有一个中亚，他其实也没什么伤害。浩博这里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接开了。我当时打得很快，杰斯有点远，想开团，小明顶一下他的三个人。现在睡了一下，感觉有一个机会。那杰克劳睡到四个，拉走了。这卡扎还是杀掉了一个小炮。
赛恩跟杰斯坦的战场，瑞兹也没了，小猪也被点掉。哇，这真是奇迹团啊！四个人小兵开到三个，一脚也没有踩到，继续打，好像还能再追一下吗？哇，这是疾跑的一个赛恩，疾跑的赛恩，跑得很快，自鲜血。哎，三个九准备了吗？哎，小威，小威不能杀，小威，小威没了。但是这边打野也阵亡了，龙呢？龙就是要阵到一千血了。三六这边选择先打谁？一百血，八十八的血，这个世界但是没有拿到，卡莎拿到大龙。哎，三六九换了个手机了。这个惩戒惩早了，他刚才就换惩戒了，我就说怎么不动他那个狙一下，他那个惩戒我觉得挺糟。关键是这还是送大龙 buff 的一波，来看一下刚才这波现场回放。瑞尔吸三个，晕三个，莉莉娅睡四个，太吓人了，直接睡四个。等小虎那个鸡拼友，我就在找小虎的位置。继续的，哇，这一波卡莎真的是完美收割。凯车，凯车，三六六打出状态了。但这波能不能开得到？没有开到。大招帅帅两个卡在背后端，三六六被先解决赛恩，先打赛恩，扛不住了。赛恩又想上车吗？无人车，没送走。这边奈德也很危险，看这个金身。本来只能原地等死了，奈德也倒地，桃子这边的中上两个人都死了。优势了，优势了。开车，看卡莎这个位置，其实有点机会的，但是有个 E， 而且这边大招也没给到，反而是被莉莉娅大招留两个，而且二技也不贪，就打赛恩。对。而且被瑞尔大招，奈特为了给三姐开车，自己还被瑞尔拽过来了，是的，尴尬，他是没闪的。走出来，三人顶前也是两个开团手，赛恩和尼坦。那滔博这边是有点落单的，黄牌定一下，三六九没那么肉的，定住了，真不太行了。哎呦，杰森在下路带，哎，这正面必须要回了，但感觉 RNG 其他人会在这里各种丢网的球，看到了。开车流，哇，哎，开车流这个怎么办？哦，还好，飞慢了，飞慢了。第一时间也没有想直接往过飞，但这一波的话，感觉 RNG 想靠这个大龙，杰斯给踢了，那就是可以靠了。三六直接开车往过赶，卡塔是有闪现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找出了卡塔的位置，这一波来不及了，失位了，来不及。龙应该是有了，但是想开团。现在 RNG 利用这个大龙 buff 就可以把卡牌的作用发挥出来了。哎，正面要开，开到了一个瑞尔，但开瑞尔意义不大呀，正面卡牌直接开大，准备反打，但是没有很好的位置，想想看，算了。因为人马和赛恩毕竟是前排嘛，下路推进来大龙 buff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。但就是几秒钟把下路的高地塔给推掉了，赛恩要开车，这一波看小猪的大招来了，但是被瑞尔挡了，先打一个瑞尔，瑞尔直接被秒了。小虎这波也很危险，被禁锢住了，但是小卓的话也很危险，闪现闪现飞进来收割，这里的话想秒奈德，奈德有个金身，两个都有金身秒表，但这边的话感觉小虎的战力，小虎怎么说跳了，我干了，活下来了，奈德死掉，这波可能会被一波，这个应该是一波了，但是看一下很肉很肉的三六九太笨重了，被爆分针，我刚才嘎啦这一波小虎的位置太精彩了，嘎啦最后收割了比赛，吹一波 KO 之后 RNG 翻盘了，这把硬神神慢慢的把滔博给磨死，33分钟推平了滔博的主基地，恭喜 RNG， 这样的话他们依然是保持着好的，各位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，我是主持人刘航。首先我们要恭喜 RNG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来到我们赛后采访区的嘉宾是 RNG 的打野选手威，欢迎威来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 RNG 打野小威，欢迎威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掌声哈。感谢。今天的第一个问题，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，感觉你们今天调整的非常的快，那在今天这场比赛之前，你们都做了怎样的一个准备和调整呢？就打京东输得比较惨吧，然后就很多问题呀、就都解决了吧，然后今天就打得比较好吧。哦，及时的复盘了上一场比赛失利的原因，找到了问题。哦，今天是跟卡萨在野区的这个碰撞和交手，打下来之后感觉怎么样？跟老前辈交手就压力挺大的吧。
压力挺大，但是好在最后还是顶住了压力，表现也非常的出色。再聊聊今天的游戏啊，今天的第一局在中期的时候，你们两支队伍在中路是有一个长时间的对峙和牵扯，当时你们的心理状态和想法是怎样的？就是我们小龙有视野嘛，对面想偷大龙，然后他们如果打大龙门就去跟他们接，他们不打门就把小龙偷了吧。啊，当时是想着把小龙可以偷了，看看对面是怎么选择的。那今天的第二局，你们是一抢瑞尔，其实放在外面的还有很多版本强势的英雄。那在今天的第二局，你们在 BB 上这个一抢是处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呢？就外面酒桶跟牛头不见了，然后森明就觉得这个瑞尔特别强，就选了。哦，觉得放在外面的瑞尔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也能看得出来我们辅助在 RNG 当中队伍当中的这个重要的地位哈。那今天其实打下来可以感觉到 RNG 整场比赛的决策做得非常非常的果断。很想问一下威，今天两局比赛队伍当中主要的指挥是谁？森明吧。森明啊，我们的史森明做的决策的确今天打得非常的果断。那其实到目前为止，我们 RNG 仍然是稳居在目前常规赛排行榜的第一位啊。威这个赛季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，想问一下威，怎么评价自己这个赛季的一个表现？如果让你给自己这个赛季的表现打一个分数的话，你会打多少分？80分吧。为什么是80分呢？就队友感觉一直在带着我吧，我自己就现在还在学嘛。啊，高情商的发言，还是队友在带着自己哈。其实威这个赛季的表现，我们大家也看在眼里，真的表现得非常的出色。那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，下一场比赛我们 RNG 要面对的对手也是这个赛季表现非常不错的 RA 战队，想问一下威怎么看待下一场跟乐言在野区的这种交手？对战乐言我会小心点的。小心点的，我们也很期待下一场 RNG 对上 RA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。再次感谢威接受我们的采访，也恭喜 RNG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让我们把画面交还给解说席。